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美美，今天我要来为大家介绍一款冬天很容易种又无虫害的蔬菜，就是这个大陆妹。好，这个大陆妹去年我在新店那边买一颗才1块钱，假设你买100块就100颗，简直就让你吃不完了哈。那今年因为比较忙，也没时间去新店，那我就在我家这边建国花市买了这个菜苗哈。这个菜苗是我买了100块，40颗，那就是1颗2块半。其实40颗长大起来也是会让你吃不完的哈。那刚刚好，我最近有采收一些青菜，还有一些空间，我想把这些菜苗就把它种上去。那我现在就来种喽。这边我打算就是种3颗。因为这是买回来的菜苗，不是我们自己播种的啊，所以要精准的种啊。那如果是自己播的话，那种苗确实是过多，只能叫做乱种。啊，这个就是买人家现成的哈，他也是帮你种到一个程度了。所以要精准的来种。那不然记得上次这一个盆子在种了将近有10颗。所以黑叶白菜，对，然后今天这个我们就是打算这个一个盆子就种3颗就好了，因为它这个也是会慢慢长大哈，都到时候展开的话根本就没有生长空间了，所以就是算准一点，种3颗就好了。对，啊，因为这个是在屋顶啊，所以说风比较大，我们土就没有弄很高，反而让它的侧面还有一点塑胶围墙的感觉。啊，那小苗的时候能，少吹点风，啊，受到风的那个摧残，啊，这边也是一样，这个土也没弄很高，啊，就是就还有一个距离，高度有一个防风墙，的作用。啊，这个根也是，事实上根都长得很漂亮的啦，很茁壮的。要怎么说，时间就是金钱呐，啊！如果你没时间自己用种子育苗，你就买这种现成的也是很快。对，有时候这个有时候半个月哈，十几天，搞不好你就可以陆续采收了。对，啊，因为种菜都要争取时间呐，啊。事实上，我们也又买了一些种子了，啊，因为我想说，种子播下去的时候根本就浪费它，它至少要10天嘛，啊，这10天该怎么办？当然是用现成的先来顶一下嘛。对呀，啊，要不然10天就白白浪费了，那这个空间就空在那里，真的是浪费空间。因为我们育苗就知道都要一个时间，10天跑不掉了。对，这么大10天绝对跑不掉了。那如果有一些空间，我们是也是加点把它种上去。这边好像有空的，我们也是加点种。那各位知道我们的菜园也相当宽呐，那很多地方哈，可以种的啊，有些地方已经先采收，我们就利用彩色的空间把，买来的菜苗先放进去。因为像最近能种蔬菜时间大概也几个月，所以各位要好好把握，如果想争取时间的话，买这个菜苗也是一种方式啦哈。对，现在已经11月底了哦，事实上，顶多是种到1月底就差不多了，所以算一算也只有2个月的时间。对。啊，如果买这菜苗，有时候就缩短将近10几天的时间，然后你就可以采收的快一点。而以蔬菜的生长，如果说以25天来讲的话，啊，你顶多还可以种2轮而已，事实上也不多了啦。对呀，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种。啊，这个再把它动一下好了。对啊。哦，那今天整天都下雨下不停，事实上再加上寒风让人家觉得蛮冷的，又湿又冷。那因为这个买回来总是希望赶快把它种下去嘛，所以我们就冒着雨，冒着风，顶着风在这边种，希望不会感冒才好。对，就赶快哈，有空间就赶快把它种上去了。
那这些没关系，这我带拿到楼下去。没有，那后面还带一大盆，你没种呀？哦，这边。对啊。我还想说就要拿到楼下去。啊，楼下还有啊。啊，这边的、啊。对啊。上次采收的那个。对啊，全部采收光了啊！你不种、哦、要等到哪时候？说的也是，刚好还有剩、这个嗯。对啊。这就这一盆就可以种很多棵了，你看，对吧？对啊。这至少可以种个五六棵以上、啊。对啊。这两尺盆呢、嗯？之前小白菜哈，在这个两尺盆里面也长得非常漂亮，也非常大颗，啊，所以这个土壤，算是蛮营养的。土质算还不错，啊，阳光也不错，嗯，我相信在这个地方种大陆面应该也是不错的。而且风是蛮大的。对，风蛮大的，蛮冷的哦。都吹起来了。我这个衣服不能给你看，因为我是一般的外套而已。还剩几颗？24、27颗。可是那边我想再种一颗。对呀、啊。这边还有个空间，对，对，哎，那个旁边有一个花盆有白菜，那是不是拔白菜起来？因为家里是不是还没有白菜了？对，你说这个。啊，如果拔起来，然后就可以种个两三颗也说不定哦。这边呢？嗯，对啊，那两颗白菜拔起来啊，交给我就好了。来，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很大颗吧？所以。白菜既然在这边长得不错的话，我想大陆面应该也长得不错了。嗯、对呀、啊，你看，就可以种个啊，就把这些种到那边就好。对呀、啊，四颗，六四颗五颗，哦，这些应该就这边是有六颗，四颗就好了，四颗就好，其他再塞到别的地方。他是怕将来长太大。对呀、啊，那很大了，四颗就很大了啦，又会爆盆。对呀、啊。他就懒得将来再移，因为这样就不用再移了啦。种太多颗，你到时候还是要做移植的动作。还是要再移，又是个麻烦了、啊。而且这是钱买的。2.5块。2.5块呢，也是2.5块呢，也是要钱的呢。还好2.5块，这个我是觉得2.5块我还能接受，这价钱应该是还好。所以说贵到。对的啊，可是自己撒的话，就是多到需要铲掉啊。你看上次我们那个铲掉多少那个红苋菜啊？还有，你都铲掉那么黑、都铲掉、都多到需要铲除哦。嗯，这么大盆子种个4颗也不为过吧？嗯。不见了一颗，对不对？我是把它移到上去，还是再移个？到时候再说。把这些全部都给它弄。好。虽然种四颗嘛，哈。四颗就好了啦。啊，另外那个黑色盆子也可以再种，种一个算进去的。啊，你前面那个黑色盆子啊，后端的吧，后端那个黑白菜那边嘛，因为那边好像有空间的嘛。就把它扔下去了吧。这边嘛、对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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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那边还有空间蛮多的。不见了，有一颗怎么不见？没关系，好，那就先这样吧。对呀、明天再说。好、那大概是这样，把它种一种。好，那很快就种好了。已经把它都种下去了哈，那就等它
长大了，到时候就叫做有吃不完的大陆妹喽。好好，那就种到这边喽，拜拜。